你要做啥？我愈想是甲你讲，我要来报案。我希望你警方会当帮我协寻失踪人口刘雅玲啊。啊，我就甲你讲，雅玲小姐根本就无失踪啦。哇，莫乱啊啦！嘿嘿，若是无失踪，那你这老公今仔哪里去倒啊？我唔知啊，唔知。既然你唔知，那你凭啥物讲伊无失踪啊？凭啥你唔做我来报案？ 恁警察哪会当吼这样无负责任啊？安尼我问你啦，你是伊的家属，啊两个拢毋是你报啥物啊？我甲你讲，我是甲伊自细汉到大汉的，会好捌一兼同事兼同居啊，然后甲伊同居啊，会用袂？我甲你讲哦。 刘雅玲到即马已经失踪，六十八点钟，四十二分，又到三十五秒，煞十啦，煞十七，煞十八。是啊，我有录的呢。你料我甲人找出来，啊找出来了，你有啥物拍算？你有拍算讲要甲包分开，啊甲雅玲雪做伙吗？安怎？还即马拢无话讲，哎呦！我问你啦，我真无简单制造你甲雅玲雪的重逢的机会，你人走倒去？我毋是甲你讲过啊，我不管你有啥物理由啦。 雅玲雪也是第一个心目中，那是真正遐尔重要，就算讲天大代志，你咪安那等一边啊！啊，结果即马事实证明啊，你的包比雅玲学姐搁较重要太济啊！啊，既然安尼，你报啥物啊？代志毋是你所想安尼！啊，无是要安那？你这种查甫人，我想该看袂起啊！明明就是你选择遐放弃啊！啊，即马搁想要甲雅玲雪姐安尼高高顶，我真无简单甲你斗相共啊！结果咧。 你害我去学雅玲雪姐误会，我对你哦已经仁至义尽啊！你以后就莫后悔我甲雅玲雪唱过来啊！啊好啊，若是刘亚，你要甲你做伙，我嘛乐观其成啊。毋过重点是，伊莫介意这样个。啊你安尼是讲雅玲雪真正无可能接受我的感情了？啊好啊好啊，我无想要甲你冤家。我今仔来的目的是希望你会当用警察的身份帮我调查刘亚玲伊即摆人伫倒啦。我无用啊。 你莫管就对啊，敢讲你拢袂烦恼刘亚玲一个人，我都照顾伊家己。就算讲亚玲雪需要人照顾，嘛轮袂到你来照顾啦。好啦，紧出去，我阁有代志要办。好，你莫找，袂要紧，我去找你的上司讲你真爱。切，你是我讨厌的。 学长，你嘛等我一下。你是对内要创啥？较有礼貌的好无？是我查出来雅玲学姐伫遮呢，我想怎么样啦？这是我甲刘雅玲的代志，你无需要你插手啊。雅玲学姐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啦，我才看讲哦，你找到伊到底要安怎做？你若是表现那无好，歹势，以后我无可能搁甲你斗相共。啊，凊彩你啦。头家，头家，哟，哎，什么代志啊？头家歹势啦，我想要请赵鹏姐，伊才甲我一个人客叫做刘亚玲的。我唔知咧，就算我知影，我也袂当甲个人资料甲恁讲。唔是啦，头家，我甲这个刘亚玲这个查某囡仔，阮两个是好朋友，我真正是有足重要代志要找伊，所以拜托的麻烦你甲我讲哦，伊人对倒一间房间啦。好啊。你若是伊的好朋友，啊你毋敢毋知伊住咧倒？啊？ 是因为，头家，我来讲哦，我边仔这个吼，伊是警察，啊，伊今仔来这个目的，就是要抓这个通缉要犯刘亚玲这个查囡仔。你若是无紧甲我讲哦，伊到底倒是倒是间，安尼伊小等伊就会用个妨碍公务罪甲你罚单。哎，那好啊，我这个警察形象好无？哎，头家。 歹势啊！我真天是警察，无毋对啊！啊，但是要找刘亚玲的人呢，是伊，啊，毋是我，所以不关我的代志，啊，伊免介意。这位先生哦，我不管你想要做啥物，今仔才动起无这个人。啊。